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64面，564面。倒数第四行，当中从天乐之中看起，天乐之中，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是表诸菩萨与礼共中兼修赞叹也。这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前面的三条，礼敬祝福，称赞如来，这个称赞就是赞叹，广修供养菩萨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这三样统统都修了佛德者，如来所具之功德这是赞叹佛德。佛在未成佛之前，跟我们一样是凡夫，发愿修行，精进不懈，成就果地上无量的功德。这一桩事情彻底证明了世尊在佛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智性一处无私不办中国古德常说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才会有成就我们一般人没有耐心，修几天或者修个3年5载就希望有成就，这个功德成就不但是不可能，而且凡夫用心错了。我们想想凡夫用的什么心？妄想心，自私自利的心急于邀功的心，这个都是错误的。真正修行用真诚心，没有想到有什么果报根本就不没有这个念头，真正是所谓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什么时候有成就没有成就统统不想，到时候自然成就了而且所成就的功德庄严都是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自己从来没想到这是什么原因呢？至诚感通的原因我们今天就缺乏至诚心，才修几天就希望有果报就现前了，哪有这么快
啊，全是自己错用了心，还怪佛菩萨不灵。啊，所以修行人一大半是往负面求去了，不是正面的。负面修所得的什么果报啊？三途苦报都到那儿去了。啊，菩萨只有一个念头，为众生，没有想到为自己。那我们众生算他是不错的，起心动念都为众生，为众生里头夹杂着自己的利益在其中，这就错了，把清净功德破坏了。那么所得的这个效果不大。所以学佛不能不读经，经典要以诚敬心、恭敬心、细心去阅读，体会诸佛菩萨他们的用心，他们的羞耻，他们那种心态，我们体会到，慢慢就会学到。体会不到，就到哪里去学？所以读经、听教，最忌讳的是粗心大意。现在你看一般学校的学生，上课的时候观察他们的心态，心浮气躁啊，普遍都是这样的。看不到有一个学生呢，真的他心情是定下来的，他认真在那听讲，看不到，心是浮动的，课堂外面有一点点声音，一个个都转过头向外看，就心不在焉了，这个学生怎么能学得出来？我们读中国古书，《汉书》里面所记载的郑玄，你看郑玄的传记，这是汉朝的大儒啊！年轻的时候求学，老师是马融，也是汉朝的大学问家，官也做得不小，大概像现在正部级的地位。喜欢讲学。郑玄也是他的学生，在他门下三年，马融讲学，还喜欢听音乐，那个时的音乐又没有这些，这个电视广播没这个东西也没有唱片光碟。怎么样，他讲台后头有个布幔，里面是他家里养的乐队，
啊，这些女孩子在那里弹琴、唱歌，一面讲学，一面还欣赏音乐。你说那些上课的学生，谁不想到这个布幕后面去望望？只有郑玄一个人，3年，眼睛都没去瞄一眼。马蓉看出来了，他的东西，这个学生呢，全学去了。啊，他还有嫉妒心，知道这个学生将来比自己强，啊，老师对学生还有嫉妒心啊，还真有学问了，算是有道德，这习气还断不掉，啊，想整这个学生，啊，3年学了3年，毕业了，回家了。啊，第二天到十里长亭，老师自己的大去给他送信，到十里长亭送信，带着酒菜，啊，让每一个同学敬他3杯酒，100多人呐，郑玄喝了300杯呀。300杯的典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300杯就是从镇康城来，就是镇康城离开老师，老师带着同学践行。老师什么意思？把他灌醉。没有晓得他是海量，300杯下去，连小的礼节都不是。这老师佩服他技术啊。啊，还是不甘心。啊，知道他走的这个路，在路上的时候买了杀手，想把他打死。啊，在半路上，郑玄非常聪明。啊，大概早就料到了，走到他看不见了，走另外一条小路走了。这个故事。是李炳南老居士讲给我们听的。啊，这就是人的嫉妒障碍非常非常严重。啊，连那样的人还免不了。那现在的人，啊，这个嫉妒障碍，你就了解了，是正常。一点都不稀奇。那我们明了之后呢，要尽量回避。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要低姿态，不要让人啊生起嫉妒心。啊，他生起嫉妒心，想方法整你、害你，都是你自己惹的祸，不能怪别人。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自己谦虚恭敬，处处站在下面，别站得太高。啊，这也是什么？教化现代的众生呢？现代的人从小那个傲慢习气就很重啊。没人教啊！啊，所以那个嫉妒、厉害的心、争名逐利的心非常严重。所以佛德如来所具之功德。一个是信德，一个是修德。信德
每个人自性统统有，而且是平等的。但是没有修德，性德脱不出来。所以对于六道凡夫，对十法界众生来讲，修德就太重要了。啊，性修不二啊，修德把性德引出来。啊，性德里头第一德就是无我。啊，真正彻底明了，身不是我。啊，什么是我呢？变法界、虚空界是我，这没人知道啊！啊，什么人知道呢？明心见性的人知道，在经教里面学经教的，大开圆觉的人知道。啊，念佛的人。念到理业心不乱的人知道，啊，那么我们就知道理业心大开圆觉，明心见性是一个境界，啊，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啊，到这个时候你就都知道了，啊，你已经证得诸法实相。啊，这个时候心得现前。啊，那么这个地方赞叹两种意思都有。赞叹心得，赞叹修德。啊，弥陀无界的修行。居士论语。福德者，著有智者。思维如来三种原德，深深爱敬啊，那这完全从修德上说的啊，修行的人称赞佛德，常常想着佛有三种德行，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啊，要深深爱敬。啊，哪三种呢？第一种，因缘德。菩萨修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修成功啊。阿弥陀佛要修成西方极乐世界用了五个大劫，我们要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开始修的，这我们前面读到啊，许多祖师大德都肯定，法藏比丘法心跟世间自在王如来学道啊，出家学道，已经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换一句话说，他不是普通人呐，不是凡夫啊，至少啊是原教初住菩萨。见性之后，他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呐，真心无见。圆满了48愿。
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晓得。我们反复修上五个大戒，修不成功啊。为什么？用妄心，不是用真心。那不相应啊。人家用真心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怎么会一样呢？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无戒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比起三个阿僧祇劫，那它就很短，它不算长。所以一定要了解他的身份，他不是凡夫。我们今天有希望能跟他等齐，向他看齐，跟他一样，那是什么呢？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我们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啊！如果佛力不加持，凭我们自己，五戒是决定不可能的。所以佛的恩德就大了。这是因。一般讲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圆满，因圆满了。第二呢，果圆满。果一定要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起作用，才能把所有烦恼习气断干净。智慧能断了。世间人没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有聪明，有知识，没有智慧。这些聪明知识多半的造业，为什么？它跟自信完全相违背。智慧与心得相应。我们说个最简单的例子：智慧与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相应。知识不见得相应。智慧是一定相应。智慧跟《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是绝对相应。为什么？这东西通从智慧流流出来的。所以未必也会跟知识相应。知识有的时候他不赞成这些。这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啊。果上三种烦恼，无始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通通断尽了。果圆德，正德，无上菩提。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第三个想到佛的恩德，太大太大。度一切众生，在此地要加一句：往生净土。这个恩德了，
超过一切诸佛如来。啊，等于说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开了一个成佛的保证班。你进到这个班，你肯定成佛。啊，不会有一个漏失的。这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好处就在此地。啊，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古大德所说的，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决心，叫万牛莫挽呐。啊，古时候力气大的是牛啊，耕田呐，一万头牛想把你拉回来都拉不回来。说明你的信心坚定，你的愿力强大，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你，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啊，真认识清楚了。啊，这一心决定成就啊！一生往生，往生到了你一生成佛，叫当生成就的佛法。叫赞佛的。啊，一定要想到这三个，因、果、恩德。啊，恩德是普度众生。没有分别之处啊！只要你能信，愿意去，个个得度啊！真正修净土的，真正念佛的人，心量跟佛一样大。跟佛才相应啊！你念佛念得再好，天天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心里头对这个人好，对那个人不好，这人我喜欢，那人我讨厌他，要晓得这种心态不能往生啊！极乐世界找不到一个这种人，你怎么能往生？啊，所以经题上标榜的五个字重要啊，它在经题上啊。你的心要清净，要平等，要觉。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你怎么往生的？这五个字保证你往生。你能够做到，你决定的往生。啊，有分别就不平等了。啊，所以要看一切众生用平等心去看，没有高下，平等的尊敬。平等的护念啊，平等的关怀，平等的帮助，这才像是修净土的，否则话不像啊。请看下面一段经文。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
这段经文是说明极乐世界菩萨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供佛回来之后回到讲堂来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啊，说这桩事情。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右面这一段经文表，菩萨众游行十方，还归极乐，听佛说法。啊，到十方世界去拜了佛了。啊，拜佛肯定供养闻法，供养是修福，闻法是修慧。啊，这再回到极乐世界，听本师说法。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啊。须臾间，须臾者片刻也，就是时间很短。哎呀，这个老人注解说，相当于48分钟。哦，据些论事而言所说的啊，这个须臾啊，须臾相当于现在48分钟啊，时间不算长啊。你看这么长的时间，出去拜佛的人已经回来了。好，唐一云：“晨朝供养他方诸佛。”又云：“即于晨朝还到本国。”正是今须臾间的意思。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的早课是到十方去供佛，每天早晨都去啊。诸位想想，这些人修福修慧远太殊胜了，我们想去没有啊，办不到啊。啊，早晨起来在佛菩萨面前拜佛，南无十方佛，南无十方法，我们只能这样拜法啊，十方佛见不到啊。他们真去了，真正分身，每一个佛刹每一尊佛的面前都现身啊，供养闻法啊。这个缘无比殊胜，只有极乐世界有，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这个缘分了啊，不到极乐世界去没这个缘分啊。你看看佛法对于非常重视啊，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我们年轻时候学经教，老师常常提醒我们要结法缘啊，不结法缘你经讲得再好没有人来听，也不喜欢听你的，你跟他没缘啊。缘结得多结得好，他讲得不好，哎，听众很多都喜欢听他，这奇怪啊。我们在台中就有这个例子啊，跟李老师学经的
20多个同学，里面有个林堪智居士，在我们班上，他的年岁最大，他60多岁，学讲经，什么程度呢？小学毕业，60多岁，他的孙女儿已经在幼稚园教书了。实在讲，他对我们的鼓励很大。我们那时候不敢讲经啊，怕这个太难了。一看他60岁，小学毕业都敢上台去讲经，看他那个样子，那我们想想，我应该没什么问题。给我们做出好榜样把我们带起来了。发源特好，无论在哪里讲，听众都满足。我们同学跟他比都比不上。大家喜欢听他的。可见借发源重要啊。我们要不是李老师常常提示我们把这个事情说好了，那这期将后吃亏可大了。老师常常提醒我们的警觉性很高，真敢呐！我这个这么多年来，在世界各地讲经，大家知道法缘非常殊胜。为什么呢？借缘嘛，借得多嘛。别人呢，接受人家四中供养就改庙啊，我人家供养我的，我借缘呐，全都拿去借缘去了，所以缘就很殊胜。早年在新加坡，99年、98年、99年、2000年在新加坡，演培法师在。有一天，他特别请我吃饭，在那个素食餐厅叫灵芝。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这净空法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请你开示。”他说：“你在外面讲经，法缘殊胜，你能不能教教我？你那个法缘是怎么来的？”哦，是这桩事情吗？结缘呐，广结善缘。我们人家有我讲经，我们还没有开讲，我们所借缘的一些经书法宝就大量的运过去了。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通通做。他听了之后就叹口气，他说：“我很孤寒的。”孤寒，大家懂不懂？南洋人小气，不肯布施他的那些书都是卖钱的，而且卖得很贵呀。我说我们全都是布施了。我第一次到日本，是跟道安法师。中国佛教会组了一个团来访问日本。一共20多天。那时候我们很年轻的，跟着老和尚。第一次访问日本。第二次我来的时候，也是个特殊的缘分。到日本来访问。没来之前，
我记了30套大藏经，让这边同学帮助我分送给净土宗的道场。啊，30套大藏经啊！所以我到日本来的时候，这日本净土宗的这些寺庙里的住持长老，他们有个晚宴欢迎我。啊，我还记住，大概好像是有4桌。啊，在一个餐厅，啊，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之后，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净空法师，你这次的访问呢，可以写在日本佛教史里的。哇，我说哪有那么严重啊？啊，为什么？他说这些住山长老平时都不往来，你到日本来访问，通通都到这来欢迎你。哦，我心里明白了。我们送了30套大藏经。啊，那要没有这个一份厚礼，不会来呀。啊，我说明白了。啊，那次我访问10天。啊，我离开的时候晚上，我邀请他们吃饭。啊，大家欢喜的时候又聚会一趟，我就特别劝导大家。啊，我说佛弟子，只要是佛所讲的一切经，啊，不管是哪个宗派，啊，显首宗也好，天台宗也好，这个地方天台宗跟净土宗非常相往，还有密宗，啊，东密，我说通通都是师尊传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一家人呢，要团结，要合作，要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佛法才会兴起来。如果有门户之见，不相往来，对不起佛菩萨。啊，何况我们是净土宗，净土宗同一个宗派是亲兄弟啊。啊，那亲兄弟要有门户之见，不相往来，这是绝大的错误。啊，我就举例子，好像一个父母生了几个儿女，儿女长大了，各自独立了，个人为个人立业，互相不往来，这个父母的心多难过。我说我们有没有想到？啊，这在世俗讲讲大不孝啊，在佛门讲说大不敬呢，不可以。啊，一定要互相往来，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佛法才能兴旺。哎，要给大社会大众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榜样。互相不往来是坏榜样。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负因果责任。啊，你想往生到极乐世界，佛不来接引你，为什么不来接引你？你自己要晓得，你自己的心态、行为，跟佛教诲的完全相违背，佛怎么会来接引？你每天10万声佛号，自私自利，跟佛没有感应。如果你是真心，你把佛的这教诲都能够落实在生活，你每天只念一声十声都有感应。啊，所以我们常说啊，
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你就决定的是。啊，那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学佛最大的障碍不在外头，在你的内心自私自利，这是最大障碍。无论你怎么样修学，你都不能成功。那一般修行人，你不会得定，你不会开悟。念佛的人，你决定不会生净土。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往往犯这种错误，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设方供养，做什么？全部都是印经书，流通到全世界。啊，现在连这个其他宗教，我们都送，他欢迎。啊，最近这十几年来，啊，我跟许多宗教结了缘，推动多元文化。啊，我们还组团，啊，大家一起去旅游。啊，我们全心全力来支持，来援助。啊，费用不足，我们全部包了。啊，让大家在一起，欢欢喜喜，玩得开心，交流开心。啊，这个是团结宗教最好的一种方式。平常这些宗教传教士啊，宗教士里头的宗教里头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常常在一起，唯有旅游啊，十几天从早到晚都在一块生活在一起啊，感情自然就厚了啊，收了很好的效果。啊，宗教团结可以化解很多社会问题。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啊，这个地方就做一个榜样啊。阿弥陀佛的学生，天天去拜十方佛，阿弥陀佛没有禁止啊，没有说别的地方不可以去，没有，你去他欢喜啊，广结法缘，将来你成佛之后，你的教化能够红遍全遍法界虚空界，是语言界的光吗？啊，哪里都不去，我就喜欢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你将来教化众生就在极乐世界，其他的世界跟你没缘。啊，阿弥陀佛没有禁止你，那是你自己愚痴，你自己不肯干。啊，离世都要通达，都要明了，是晨朝供养他方诸佛啊，又说了，皆于晨朝还到本国，你看来去多方便，多自由啊，这正是经虚语间的意思。
回来之后呢，于是汇聚于七宝所成之讲堂，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建筑都是七宝造成的。七宝其是表法的意思，不是数字。其什么意思呢？东南西北四方，上方下方叫六方，加上当中是叫七，所以它代表着圆满，一点都没有漏失。所以七宝无量珍宝一个都没漏取这个意思无量珍宝在极乐世界是建筑材料我们世间人拿这个东西组成装饰名贵宝物挂在身上，那如果在极乐世界，你把这个造马路在砖头瓦块掉成什么，就笑话你吗？你就晓得两个世界贫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是穷人所以把这个东西当作珍宝人家那个地方是富人呢，还是建筑材料黄金我们这不得了了，人家黄金是铺马路的，我们没有谁用白油去做个项链，做个手镯戴在上，没有极乐世界你戴个金镯子上，那是铺马路用的。所以我们才知道极乐世界的富贵可是要记住，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跟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不是别人家里。阿弥陀佛天天在等着，希望我们回老家。讲堂是无量珍宝建成的。听佛宣说大教妙法大教起心论里的说得好，一乘法也什么是一乘呢？成佛的方法佛讲一切经从地最低层的教人断恶修善断恶修善是什么方法呢？永远离开三恶道生生世世的人天福报这是断恶修善跟你讲破迷开悟，那就提升了。六道是迷声闻菩萨是觉悟帮你脱离六道轮回，你往生到四圣法界到那边做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有这三种果位再向上提升就一乘法了，那不是菩萨声闻缘觉菩萨叫三乘，声闻缘觉合在一起叫小乘，就叫二乘、大乘、小乘一乘是直接成佛的方法，无比殊胜之法，极乐世界通通讲一乘法就像华严法华一样。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一乘法只有三部经
是一真。第一是华严，第二是法华，第三是梵王。啊，这三部经是一乘法，其他的则是大乘。啊，声闻乘、缘觉乘。啊，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一乘法。因为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得弥陀加持，人人都是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大乘菩萨。啊，所以他们需要的全是一乘法，帮助他们早日证得无上菩提。菩萨闻后啊，皆大欢喜，自心开解，得无生道。啊，所以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每一堂的讲修讲习，确确实实就有很多人成佛了。啊，成佛的就离开了十八土了，回归常寂光了。啊，还没有证得究竟果位，也就是说，无始无明习气还没断尽的，继续再学。啊，每一个人闻法成就，级别不相同，啊，所谓这些化身菩萨，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有51个阶级，像念书一样，51个年级，啊，天天听法，天天都有提升的，提升到毕业的时候回归常寂光了，回归自性了。啊，每一天毕业的不知道多少人，但是每一天入学的也有很多人，入学的人很多，毕业的人也很多。啊，极乐世界天天开欢迎会啊，欢迎新来的，天天开欢送会啊，欢送毕业的，热闹得很呐。啊，所以这个世界的殊胜啊，殊胜清净庄严，得无生道。道呢，断惑真理之智慧，愿发此智，名为得道。啊，所以这个道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现前。啊，这叫我正道，或者是悟道，啊，都是这个意思。下面念老引用彭吉清的《起心论》啊，彭吉清这个《起心论》是《无量寿经起心论》。啊，不是大乘起心论，啊，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做的，啊，这个人也是
非常了不起的人，在家居士。他有《无量寿经》的截教本，也有流通，也有很多人喜欢他的本子。他的截教本呢，是用康僧铠的本子，康僧铠的本子重新写过，写的比较顺口。我们念的时候念得很畅快畅通，就像这个读中国人自己的文章一样，意义的。康僧铠翻译的比较生硬，读起来不顺口，对，他重新编了个本子，完全根据康本，所以他不能叫汇集。只能叫截教。彭继勤，清朝乾隆年代的人，这个人非常聪明，弱冠就考取进士。古人讲弱冠呢是20岁。这么年轻考取进士。他对于佛法造诣很深。通宗通教，邪密圆融，大善之识。一生没做官。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国防部长。所以他也是高干子弟，家里面富贵，他可以不要做官，他生活没问题，喜欢学佛，喜欢读书，非常有成就。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有他，他是念佛往生的。起信论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这是假设个问答。问：无量寿佛说法，为是纯说一乘，为是兼说三乘。若纯说一乘者，何得尚有声闻众等等？若兼说三乘者，云何二乘不生彼国？这都是根据经典提出的问题。下面答复：纯是一乘，别无三乘。其独佛在七宝讲堂纯摄一乘，乃至夜夜华中，夜夜光中，风声水声，柱音乐声，也纯说一乘，更无三乘。彭居士的解释斩钉截铁，一点怀疑都没有。告诉我们，纯是一乘法。如《妙华妙法莲华经》有《法华经》，十方世界中尚无二乘，何况有三？《法华经》是一乘大经。刚才说过了，一乘大经只有三部，华严跟法华传到中国来了，梵王经没有，梵王经传来只是一品，
听说梵王经的部头也很大，只传了一品。菩萨戒品，梵王菩萨心地戒品这一品，《法华经》说得好啊，诸佛如来说法，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后头有一句话说，除佛方便说，那你晓得了。二乘三乘呢，是佛的方便说，你现在程度不够，帮助你，提升你，向着一乘。下面说了，特异众生。根智又差，众生的根性，众生的智慧有差别，所闻各异，所证不同。每一个人对于佛所说法的解读不一样。这一点很明显。我们看佛经在中国的注解，同样一部经，许多人给这个经做注解，注的都不一样。有没有注错呢？没注错。说的都有道理。那你试试，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就像《楞严经》上讲的瞎子摸象，讲的不一样都是真的，没讲错。所以会学的人要把这许许多多东西集合起来看，我们就看到完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无量寿经》，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不是一次，多次宣讲。佛讲了很多次，每一次讲的当然都是大同小异，可是里头真是有小异。这一次讲的，上一次没讲到的，上一次讲的。这一次省略了没讲到的，常常有这种事情。所以学无量寿经就有个困难。要把五种云一本通通找来，你就读诵。这就麻烦了。古时候没有印刷术，印刷术是宋朝时候才发明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经本书籍都是抄写的。抄写免不了抄错字。这个是没法子避免的。所以很多版本这些字不一样。就是有人抄错了，也有抄错行的，也有抄漏掉的，这都是常有的事情。所以现在变成许多版本不相同，道理在此地，要通通去看，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东西。看一样两样，其他的没有看到，就有缺陷，所以就有汇集的必要。汇集怎么样呢？每一部经有重复的，把它删掉。把它汇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本子，
无量寿经经过三次会议，这是第三次，第三次才算是真正完整的。啊，所以这个班子就特别珍贵了。啊，夏老用了10年功夫，这10年功夫是供养后人的，供养末法9000年的众生，啊，做了这么一桩好事情啊！啊，黄念老的注解也是集大成，啊，集古今中外祖师大德注解无量寿经的大成，让我们在这一部注解里面，把所有古大德对无量寿经注解，你全都看到了，啊，他的一段一段抄在这里头，不容易啊！啊，这2位老人对我们后人的恩德很厚很厚啊！啊，为的是什么？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我们真搞清楚，真搞明白，求生净土的心就下定了，不再怀疑了。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两个人就埋怨了。啊，我们学这部经，依照这个经的方法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肯定他两个人在旁边，都是有缘嘛，他一定来接引嘛。啊，那是一见如故啊！啊，所以有人害怕，怕到极乐世界去，孤家寡人去，那里一个人都不认识，啊，感到很恐怖啊！其实他不晓得，到极乐世界，生生世世的亲人呢，往以前往生的全在那边，你全都看到了。肯定比在这个世界热闹多了啊！家亲眷属朋友不知道多少人啊！啊，那些人见了面，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他们一去多久了？你这个时候才来？啊！所以极乐世界决定不孤独啊！亲朋好友啊，太多了，啊！我们再往下面看，故前文也，或声闻众，或闻法身，或闻啊，或闻佛身，或闻法身，或闻僧身，或闻极尽身，空无我身。乃至甘露灌顶身，这是前面在经文上读到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每个人根性、智慧、缘分不相同啊！所以在极乐世界，你所看到的、听到的、你所感受到的不一样。嗯，其得闻者呢？你看，获真须陀洹果，这个正果的是吧？是说他断烦恼的等级。如果是因为是待业往生的，往生的人一瓶烦恼没断，到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肯定断烦恼啊，这叫断的最少的。88瓶见惑断了，须陀洹。
啊，八十一品思惑端了，那就是下面三苦。啊，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二果断四惑前三品，啊，三果的时候也是再继续断三品，最后到四果是全断了，乃至不退转地菩萨，不退转地。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是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具如他一本书是其顺于佛土，即是国民。啊，这是顺。一般诸佛国土里面所说的断证的地位名称啊，来借用，让大家知道啊，他们在极乐世界学习状况啊，学习的成就意思在此地啊，比照我们娑婆世界声闻菩萨啊。这些等级来说，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没有这些说法的，所以在西方世界呢，只有一乘法。啊，一乘法里个人体会领受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要知道，天天不一样。啊，昨天没听懂的，今天听懂了。今天没听懂的，再过几天的又听懂了。啊，要用《华严经》来说呢，菩萨51个阶级。啊，我们刚刚升到那边去，是最低的果位。甚至最低果位还没拿到，啊，须陀洹是最低的，啊，须陀洹相当于《华严经》上初信位的菩萨，啊，断证跟他相同，但是智慧比他高，比小乘高，啊，断烦恼是一样的。就像一个学校啊，从初信位到等觉是51个位次，就是51年级，你不断的升级啊，到最后保证你毕业，极乐世界真的是保证的学校啊，保证毕业啊，他没有留级。啊，但是升级的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升得很快，有人升得慢，啊，升得慢不会留级，不会被淘汰，啊，保证个个成佛，个个毕业，这样学校到哪去找啊？是找不到啊！啊，变法界、虚空界只有这一家。啊，只有这一所，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碰到了，太幸运了。啊，是时则决定成佛，不取有余涅槃。有余涅槃是小乘。啊，那这就是说明。他决定是一乘法，成佛是一乘法的，亦能回小向大故啊，佛本愿故，啊，就是小乘人，
念佛生到极乐世界，他也回小向大，那才能往生。如果坚持小乘，不能回小向大，他念佛不能往生。啊，这句话也不能这样说，这说有弊病，说他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他念头转了，什么时候转，什么时候就往生。这个转是放弃小乘，拓开心量，小乘心量小，啊，大乘人心量大，小乘人顾自己，啊，大乘人没有自己。大小乘差别在此地，啊，小乘人像阿罗汉，度众生呢有退心的时候，啊，众生不听，众生叛逆，阿罗汉就生气了。算了，不度你了，他就不要他了。菩萨不是啊，菩萨慈悲，以种种善巧方便来诱导你。啊，就菩萨有耐心，菩萨不会舍弃一个人，就大乘了。啊，所以菩萨不会退心。啊。二乘人会退行，这样菩萨行不退，就是度众生不退行，啊，二乘跟辟支佛都会退行，啊，遇到不听话的、不相信的，他就不照顾他了。这次说了甚为精要，啊，这个说法精辟重要。我们看幕后这段，即使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阴神，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这是感应啊！你看注解里的书，又闻表彼土无情说法，而心妙供。啊，无情是什么呢？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有感应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活的。现在人讲有机体，啊，大乘佛法承认。变法界虚空界，就连虚空都是有机体。它要不是有机体，它怎么能传递信息？啊，它能传递信息，它没有障碍，它就是有机体。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跟阿弥陀佛是一体，跟诸佛如来是一体，跟众菩萨是一体，这个关系多密切啊！所以这么多菩萨在那里修行，有这么好的成就，感动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供养。你看，相逢吹七宝树，风吹树，啊，出五阴声，五阴声就是现在讲的交响乐，啊，无量妙化，这前是一天乐供养啊，下面是天花了，无量妙化随风四散，
自然供养，如是不绝。啊，我们这个世界，看看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这日本的朋友来问我，都问我灾难这么多怎么办？极乐世界享风，天乐、天花来供养。我们现在的山河大地，是以地震、海啸、啊火山爆发以这个来供养，不都来供养吗？这个要知道一个道理啊！来看看人家在这干什么。这里最大的一个启示，阿弥陀佛天天说法。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也天天说法的话，肯定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无比庄严的供养了，不是灾难了。啊，我们会看到树木花草百花盛开啊。啊，也会有天月盈空啊。人心心感召的，极乐世界的人心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就是真心啊，都不是妄心。啊，真心闻法，你看每天人家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修佛，啊，回归极乐世界，这什么意思？十方世界回这个修佛啊，回向给极乐世界。给极乐世界的人添福啊，闻一切诸佛说法，给极乐世界的居民、极乐世界的山河大地增长智慧啊。人家是干这个啊，让变法界、虚空界无比殊胜的庄严都在极乐世界能看到。啊，阿弥陀佛是这个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这个愿。啊，我们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国家领导人啊，现在的年号是平成。平成天皇带头，全日本人民的时候都能够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地方不就是极乐世界了？所有灾难都化解了。啊，教育很重要啊。啊，真正走这个路子，佛菩萨就来。啊，国家能护持，像中国古代帝王一样，遇到国家有灾难的时候，国王斋戒沐浴啊，啊，礼请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开
人王法会。啊，人王法会是什么？是全国总动员，推动佛陀教育。啊，国王护持。灾难怎么能不怎么会不化出呢？肯定化出的呀！啊，过去人王护国经我讲过，那个经典讲得清清楚楚，就是遇到国家大灾难的时候怎么办？啊，现在人以为什么呢？哦，开个人王法会，招请100个出家人，每一天把这个经念一遍，那不行啊。念有什么用啊？啊，为什么阿弥陀佛不带着大家念经啊？讲经都不是念经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不是叫人念经啊，天天讲给大家听的，不是念的，念不管用啊。啊，为什么？讲的时候讲一切众生都明白了，不但有情众生明白了，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也都明白了，这才大家能合作啊，把一切灾变就化解了，消除了啊。所以这一桩事情说来说去是个教育问题啊，中国人的老祖宗很聪明啊，几千年前就喊着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建立一个国家，领导全国的人民，什么最重要？教育最重要啊，教学为先嘛。啊，在一个家庭，家庭什么最重要？家庭教育最重要。啊，家庭没有好好的家教，你家就不能出人才。你把儿女子孙教好了，你家世世代代人才辈出。就这个道理啊，《弟子规》是家教啊。啊，每一个家庭把小孩都教好了，你说国家怎么不好呢？这国家社会就好了啊！中国传统就着重于家庭教育啊，什么时候开始教小孩？怀孕就开始了，叫胎教啊。小孩出生到3岁，这一千天叫扎根教育最重要。这一千天要是学好了。中国古谚语有所谓啊，3岁看80，啊，3岁的时候这1000天教好了，80岁都不会改变，这人都不会变坏。啊，佛教是教育啊，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啊。佛教要是搞迷信，我早就把它丢掉了。啊，我还会搞这些东西啊！啊，接触到之后才晓得。啊，方老师介绍给我的是高等教育。啊，我接触这么多年的时候，才真正明白，它不仅是高等教育，它是事出世间究竟圆满的教育啊，没有任何教育能跟它相比啊，它真的是通通都包括了啊。他知道灾难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灾难，他也知道怎样把灾难化解，怎样把灾难消除，知道，都知道啊。那你不信就没办法了，
你真信它真能解决，而且非常有效果。啊，今天这世界上科学家啊，最近30年研究的成果非常卓越，把佛经上讲的是原理说出来了。啊，宇宙怎么形成的？物质从哪来的？精神从哪来的？现在科学家证明，跟佛经讲的一样。啊，佛在3000年讲的，佛怎么讲出来的？佛亲眼看见的。怎么看见的？禅定当中看见的。啊，禅定定中的境界是属于限量境界。啊，佛家讲三量。啊，限量就是你亲眼所看的，亲耳所闻的，这叫限量。啊，比量是推理，不是你亲见的。啊，你比如看到外面有烟冒出来，你晓得下面有人在生火，你没有看到他生火，你看到烟，你就想到那里有火，这叫比量。第三种叫非量，非量是你看错了，你想错了。啊，现在看错想错的太多了。啊，最亲切的是限量啊。你说语言，语言很多语言的基础是数学。啊，中国古代的语言决定离不开《易经》。啊，《易经》确实也是语言，外国人研究。2012的这个事情，《易经》里头也有。啊，你们看2012那个影片上有，啊，他就讲到中国易经，啊，这个影片呢，后续的有4种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那很值得一看。啊，这都是影片引起来的。啊，所以经不可不读，经不可不讲解。啊，多清楚了，多明白了，一定要讲解。啊，讲解才能把效果扩大。啊，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讲解能解决个人问题，不能解决大家的问题。讲解大家都清楚，大家都明白了。大家都回头了，这社会问题就能解决。啊，乃至于世界问题能解决。啊，现在还有这些科技。啊，卫星电视、网际网络、光碟我们还可以运用。如果真的像这个美国人这个电影《2012》电影那样灾难也来了，科技全毁灭了，啊，电没有了，啊，瓦斯没有了，人怎么生活？啊，大地被污染了，水被污染了，你吃什么？你喝什么？你怎么活？这才是真正严重问题啊！啊，这些问题解决的理论，解决的方法，啊，佛经上通有啊，啊，无量寿经那是妙法当中的妙法了，无上的妙法了，它能帮助我们到极乐世界成佛。
地球上这些小小灾难还不能解决吗？哪有这种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被科学证明了。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也被科学证明了。心心识变，境随心转，也被科学证明了。境随心转。东京江本博士水实验就证明了。外面境界跟我们的心念有密切关系。所以怎样来化解灾难？转变念头。美国布莱登所讲的。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问题就能化解。我们今天谈这些事情，用佛经跟科学结合起来讲，大家比较容易相信。不信这是一点办法没有了，一定要深信不疑，才真正能够化解问题。那么极乐世界义正庄严这些供养，皆由自然呐。没有人去策划，也无需要去设计施工，都不需要。因念所成，自然现前。慧素曰：“自然供养，不有为法故。有为法是有生有灭，他们不是有为法。这个底下意为非因造作之有为法。”这个道理深了，这是善心、善意、善念、善行功德的成就。我们看极乐世界就知道了。极乐世界还不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善心、善愿、善行、善德成就的。念念一点私心都没有。真的契入了《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四相四见破了用纯一真心的发愿修行功德的成就，自然的成就。极乐世界没有人去构思，没有人去策划，没有人设计，没有人施工，自然成就的，善的成就，
回过头看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是人人也很厉害。哎，他也不要才华，也没有构思，啊，纯以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那个念头厉害到极处了，啊，起心动念，损人利己，啊，这个功德造成了地球的灾变。啊，造成了今天整个世界社会的动乱。啊，就是它是一个反面的，佛是正面的。啊，都是自然成就。啊，我们想到正面的，回头再观反面，全部了解了。啊，我们反面所用的这些心性转变过来，把它转变成正的，社会就安定了，啊，地球上灾变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芸芸众生，山河大地都属于梦幻泡影啊。都是从念头所生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意念是物质的基础，所有物质现象离不开意念。意念从心生的，心是主宰，整个宇宙的主宰，不但是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主宰，整个宇宙的主宰。啊，它不是有为法，它是无为法。起作用是有为法，不起作用是无为法。啊，佛陀教育在这一方面讲得透彻。啊，所以它成为高等哲学。啊，那么今天许多大学这学系里面开的佛学课程，啊，他们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高等哲学呢？我所看到的，他们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方法错误了，他用世间方法，今天所讲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心性的学问，他不得其门而入。啊，世间方法用什么？思考啊。你就多想啊，佛法不用思考，一想就错了，不能想。佛法教导我们立心一时，啊，叫参究啊，不是研究啊。用心一时是研究，不用心一时叫参究。啊，这就是佛法跟现在科学方法是两个路子，方法不一样。立心意是什么呢？心
我们今天讲乐印象啊，是阿赖耶。意呢是分别啊，意是执着，识是分别，识是第六意识啊，也就是说，科学是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用这个心去探索。那佛法用的是什么？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直觉的，这不一样啊。放下起心动念，是起心动念是无明，这个东西放下。放下分别，放下执着，这就叫立心一时。你不能用这个东西，那虚妄的，妄只能够圆到妄，圆不到真。啊，真呢可以圆到妄，他也了解啊；圆到真呢，他也了解妄，真妄全了解。啊，用心意识的时候，只了解妄，了解不了真。所以他就没办法解决问题，他能发现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啊，立心意识是用真心，他知道问题，他能解决问题。实在说，释迦牟尼佛知道啊，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能离开心意识来修学，释迦牟尼佛就不到这个世间来了。为什么？你们都会了，我来干什么？你们都能办到，就不必我来了。你们搞错了，办不到了，他才来。啊，这才叫大慈大悲。你们能搬到他来干什么？来凑热闹？不会也不干这个事情啊！啊，所以方法上错了，这是大问题啊！啊，现在的教育，这种教育的方法也错了啊！错了这造孽害人。你把这小孩小朋友全都害了。现在方法什么？叫小孩从小就叫他胡思乱想。为什么叫他学一大堆东西啊？样样都要学啊。你上幼稚园就学好多东西啊。啊，学乱了，学杂了，这头脑一片杂乱无章。所以头脑里的全是知识，没有智慧啊！你说他这一生活得多痛苦，跟中国古人不一样。中国古人从小就叫你一样一样学，不准你学两样啊！他让你永远保持头脑的清醒，不受外头污染。啊，所以从小先学什么？学规矩，要养成习惯。啊，一个做人的规矩，从小就要学习。啊，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这有道理啊。啊，不是没道理啊。你细心去想，它有好处，好处太多。啊，小孩智慧没有开，啊，辨别的能力没有，就叫他守规矩，叫他背书。啊，背书是什么？什么意思？戒定慧一次完成。这从训练他自己不知道，实在讲，他就在接受戒定慧的这个训练。啊，规矩就是戒。
一门就是定。啊，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那就叫智慧，那叫根本智啊。到十三四岁的时候，智慧渐渐开了。你看，他戒定慧已经成就了。啊，慧的这个时候开发了。跟他说，跟他讲解，跟他研究讨论。啊，小时候所背的这些书籍，一样一样拿来讨论，智慧开了。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中国从前的教育，这是吸收佛教的文化。佛教的文化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啊，小孩子12岁之前，着重培养什么？根本智。12岁以后，培养厚德智。根本智是般若无知，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在中国，世世代代出圣贤教出来的这些小孩都有圣贤的这个资格了，这教坏了，教错了，那把他教糊涂了，这谁负责任啊？这找谁负责任？有因果责任。啊，我们学佛学什么？学智慧的眼睛，佛的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你才能把世间事、出世间的事看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然后才有自受用，才有他受用。啊，自他两利呀。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